大姑，你先说几句吧。既然是你召集的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有话就直说吧。好，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呢，是为了我们赵家农场的事儿。农场还是继续经营下去，还是分了？我先说说我的意见吧。 我们赵家农场的大部分资金都投在了固定资产上。如果想分了，也分不多少钱。我最了解你爸的心思了。农场是他一辈子的心血，他不希望你们为了自己的私欲把农场分了。他在地下有知，也不会安生。所以。 你们还是心疼心疼你爸，就别再吵吵分家了。咱们商量商量，怎么把农场好好的经营下去。我的意见说完了，你们再说说你们各自的想法吧。啊，农场是我哥一辈子的心血，当然不能分了。我同意妈和姑的意见。 我觉得这家不能分。现在即便是分，也分不到啥景啊。我赞成不分。那，丽珠和家平，你们俩的意思呢？我们也同意不分农场。那好，既然大家都同，你看你都问了，你怎么不问问我们的意见呢？啊。 你们俩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吧。既然大家的意见都同意暂时不分农场，那我就来说第二件事。农场既然不分，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带头人。这件事儿呢，你们谁也别争，谁也别抢，就按照你爸的意思，把农场。 交给文秀。哎呦，妈，这个我不能接。我城里公司那有好多事儿呢，我根本忙不过来。妈，你看，既然文秀不愿意接这个农场，咱家还不是没人了？你就别逼着人家了，那样不好。向月嫂子，这事跟你们周家没啥关系吧？你就别插嘴了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咱爸咱妈可是领了证的。 人家是合法的夫妻关系，所以呢，我们家郑民和你们家家平一样，都是咱公公的儿子。你说谁傻呢？那同样是儿子，那郑民哥咋姓周，他不姓赵呢？他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别管了。好好好，我不跟你掰扯这个话题，咱俩打住啊。赵家的农场呢，按照投资的份额，家强投的最多，对吧？然后其次就数我们家郑民了。 现在既然文秀不愿意接这个农场，那么按照投资的比例，这个农场现在就应该是郑民的呀。这啥？数郑民的？哎呀，这您这是从哪儿数啊？他郑民给这农场投了多少钱呢？我们家投了50万。这你说50万，这就50万呢？那我还说给这农场投资80万呢。 要照你这么说，这农场是不是该归我呀？哼，就知道你们不信。我把借条带来，谁看一下吧。这是当年家强从郑民那儿拿的50万，然后给写的出资证明。谁看？这上面怎么是文秀签的字？这事儿我知道。 这是家强替农场向郑明借的50万，当时因为家强在外地出差，就让我写了这个欠条。姐夫，如果你不信，咱可以去银行，可以查一下往来账目。嘿，文秀，这你跟郑民，你俩捣鼓那点花账，那谁能清楚啊？要我说呀，这张字据，那都是你们俩联合起来造的假。 想骗赵家的钱吧？于德利，你闭上你的臭嘴吧！什么意思啊你啊？
那姐夫，你收的你投了80万，那你有啥证据啊？你也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呢？啊？啥证据啊？那去年咱爸让我帮他销了一批粮食，那中间的差价有80万，那是我的。当时农场资金比较短缺，我就一块都给了咱爸了。 咱爸说啥呀？要给我打个借条，我说都是一家人，还打啥借条啊？没有借条是不是？没有借条这样，有证人也行。当时谁在场啊？谁能给你作证？咱爸就是证据。有本事你去问他去。就是，你说的是人话吗你？行了行了，别拦着我，行了行了，别拦着我，走，你俩行了。 别吵了。好，你不是想让你爸出来作证吗？如果我把你爸请出来，你们可得想好了。咱们大家都得统一思想，谁在农场里投的资金多？ 谁就是赵家农场的当家人，你们可不许反悔。你爸要是能出来作证，谁都不许说个不字。好啊，你只要把我的老丈人请出来，我们就都听他的。好，妈。 你要把我爸请出来跟你作证啊？真想得出来呀、啊、你！人没了，能站出来说话吗？不过，刚才你咋不吱声呢？他总拿你爸出来压人，我都不好说什么。等等，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样。 这是你爸留下的账本，你先看看吧。这咱爸记得还真清楚，姐夫。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？你哪借80万了你？走家。2009年11月20号，嘉强交给我100万，他要我流转土地，成立农场。 2010年4月16日，农场急需资金。嘉强从郑民那儿借了50万。嘉强说，这笔钱算是郑民对农场的入库资金。2014年10月3号，佳梅送了一袋小米。 自从孩子分开后，我和月英没要过他们一分钱赡养费。这是佳梅第一次往家里送粮食。孩子们看到我们老了，心里越来越有我们了。德林。 你还说，你爸和你借了80万吗？家庭，你把我让你这几天整理你爸遗产的情况，跟大家说说。哎，我整理了一下，咱们家总共的资产有510万。 这其中有我哥投入的100万，郑明哥的50万。
除去他们俩的150万，剩下都是我的遗产，总共360万。这360万当中，有330万是固定资产。大家都听清楚了吧？刚才我说过一句话：谁在农场投入的资金多，谁就是农场的当家人。你爸在这个本上是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当年公司成立是加强投入的资金，到目前为止也是文秀占的资金最多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农场和你爸留下的这个账本一块儿交给文秀。妈，我这个我不能接，我不能接。嫂子，这农场你就接下来吧。这不仅是爸的遗愿，还是家强和爸的梦。文秀啊，你非得要看着咱们这个家散了，妈跪下来求你，帮妈完成你爸爸的心愿，好吗？可不能这样，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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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这样，文秀。妈，我答应，我答应，行吗？我答应。行，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妈完成了你爸的心愿。我是妈呀。至于将来这个农场你怎么处理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妈想要休息。妈，这不别摔坏了啊！不是你，你发什么神经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！我看你和你妈都被文秀鬼迷心窍了。你家老太太，我那么去求她，最后她还是把农场给了文秀。你更好，人家不接，你死乞白赖求人家干嘛呀？既然你们那么喜欢她，那么中意她，去吧，把她给娶回来，我给你们腾地方，赶紧的！别胡说八道！走走走走走！我往哪儿走？这是我家呀！这个家不欢迎你往外走。别闹了，你出去。我往哪儿走？愿意上哪儿上哪儿。这是你说的。对，我说的。你不后悔？我不后悔。